살려. 살려. 거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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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내내 거기. 那龟儿子穿反了，是啷个搞的嘛？哎呦，哎呦，啥子那个龟儿？那孩子孩子穿。啊，这这这莫慌莫慌莫慌！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哎呀，快点！哎呀，给老子穿的旧气了，莫慌！哎，慌啥子？慌啥子？啊！哎，报告团长，哦，师长，军部来人了，喊你快点去。莫慌莫慌，来得及。市长好威风哦！对头，这是我们市长的名片，交个朋友。哎，恁个那个名片啊？下面由军部特使宣读命令。群奉六令，三十六团在此次对杨部作战中云力战功，现决定将三十万大洋中的二十万大洋拨给三十六团，以示嘉奖。那十万呢？就拿走，龟儿子。并决定将三十六团扩编为二十一军第三师，任命樊鹏举为少将师长，张学安为上校副师长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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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莲，请师长巡望。弟兄们，哦，现在啊，将士们，本师长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本师长不胜云行。哦，就是他说的那个。今天我当了师长，感谢刘军长提携，众弟兄凑合，这个大家今后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都要跟我扎起，不准装怂。今天打压机，大家敞开肚皮整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我是，嘘，我是，哎，个鸭子打蛋硬是不落哟！嘘，哦，妈，你有病少操些心。哎，妈，屋头的事情我个人晓得做。你得好生讲起嘛！啊，你着急呀、啊？妈也着急呀、啊。妈给你说个婆家，不晓得你愿不愿意？妈，哎，你莫提些事情了，提起我心头烦。你为难呐？妈晓得你为难。哎呀，跟你说不清楚，你光耳朵背。你问那个人对不对啊？那个人对呀、啊。你听妈说嘛，那个李老师啊，跟你去世的老汉儿原来在一个学堂教书。前一阵子啊，你妈妈生病的时候啊，全靠那个李老师来照顾我了。那个人呐、啊，对，妈啊，你的话真不少啊。哦，对头，那种人难得找，难得找，难得找。哎呦。你想哈看嘛，你男人死了恁个久了，你也不考虑。师傅，
我把你药给你倒回来了。李老师啊，快来坐，快来坐。哎呀，哎，玉珍，那都是李老师。哦，李老师你好。哎，玉珍。来，李老师，你坐，你坐。好好好。哎呀，你看嘛，老是麻烦你，又是给我送药啊，又是给我端水的。哎呀，你看是。大少爷回来了，大少爷回来了。哎哎，听说我当了师长，威风得很喽，后头跟了黑门大群军官，嘿，真是衣锦还乡哦。哎，你等到些哈，我去迎他来见你，等到哦。耶，那个房子哎修得好哎，那是块风水宝地哦。哎呀，那个修得好气派哦，你看。老人，哎，放哪边？大婶，老太不在客厅里哈。回到。哎。是时候啊！我。
本山，新疆景，西乡转，狗不叫。大帅，哎，茶泡好了。哎，过来。狗不叫，新来的茶。哎呀，个雷儿子又来打茶，刚才我把钱都背的又搞忘了。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好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苟不教。于正呢？嗯？我在问你，少奶奶呀？你都问我说。我不问你，问哪个？你耳皮子打下来了？我以为你在背书，我不敢开枪。少奶奶到她舅舅屋头去了，说过几天都回来。哦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人不教。哦，范师长在读书嗦。哎，我们大少爷在做学问，他恁个小点点儿都开始读书，他书都读了好大一摞哟。哦，丢身了，丢身了！这些年生只顾着打仗，就把读书的时间寄托了。再看这些字啊，歪七歪八的。更是搞不称赞了、哦、范师长还是多读点书好啊，如今进出的都是大场面，打交道的都是一些大人物，不像当初跑码头还跑过大不一样喽。哎，对头对头。好，不打搅了，慢走慢走。啊啊，范宝，喂，把精神打起来，今晚上整个通宵把这本书背出。他回不回来哟？他说他不回来，就是平时他也是看天看月来一回。你偷得好凶啊！我怕。明天我都去跟他说，还是让我回去买猪尾巴。我想他一定会放过我。然后，我去找你。不来啷个说？叫天上的雷劈死，叫河头的水淹死。人要独了走，就不能再回头。都是爱，我也往下跳。大事，我们两个也要困在一起。你是我，我也是你。心相近，习相远，狗不叫，要睡觉。天亮了，天刚黑哈哈。嗯，今天读得差不多了。嗯，比明天接着挣。我就睡觉，我到小屋那里去。师长，你坐好哦。师长那本《人之初》要背到人之老去了。宋哥，宋哥。你在做啥子哦？我在穿鞋子。哎，快点快点，从这个我出去。哎。
大哥，要啥要剐随你的便，放了他，我下辈子变牛变马来服侍你。不念在你爹救过我的命，老子现在就出脱你。看在我爹的份上，我们现在哪个也不欠哪个的了，放我们走，反正我们也过不到一起。我得了么便宜，我现在就要你们两个死。那好，要死我就跟他死在一起。哎，大帅哥，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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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抓紧走，走！别心，别心，大爷不要打了，求求你们不要打了！来还了得啊！干脆把他们捆起，绑头大石头，把他们丢到堰城头去。太便宜他们了，干脆把他两个肚脐眼悬了，点天灯。依我说，把张德兴的头割下来当夜佛，把他皮剥了敷伤者，干脆按家法学叔公把他们活埋。哈哥，要是你信得过我，就把他两个交给我，保管他两个不得好死。都别说了，你们就睡觉。这件事情我晓得啷个办。师长，今天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在考虑？这件事情哪个都不许再说了，再说老子不能慌了。闹得满城风雨，与师长的名声自拔。把他们改了。是。押上花根，走，走。哈哥，我跟你入去，我也去。你都不要去。这件事情我自己晓得啷个办。哼，把他两个打死了喂狗，锤死万段。大家听了，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，哪个传出去，军法从事。好，去干正事。把枪给我，你就在这里等着，走。听清楚，你们从这里走出去十步，然后我再打三枪，要是打不到你们，你们逃命去吧。
打到，你没打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林夕。对的，我说过，秀哥，这是500块钱，拿去。你们远走高飞，好好的去过日子。这辈子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，更不要让我的手下看到你们。走。感谢师长不杀之恩。走。老天爷太不公正了，生下那么多男男女女，这个相公，那个娘子，老子扯心扯肝的痛。师长，师长，晓得了，打道回府。哦，师长穿上这套衣服，完全是一副绅士派头嘛。这孩子结婚的时候穿的，今天玉珍要来，穿上它有点喜庆的意思。哦，听说大嫂很能干哦。是啊，比来比去就跟麻将牌一样，还是原配搭子好啊。你呀你呀，离开几年了，老是心欠欠的，这回啊说啥子也不分开了。师长，轿子来了。哦，玉珍，听到？人啷个不把少奶奶扶下来？我啷个扶嘛？东西，老子也好杀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你终于现在出来了。来来，喝喝喝，把那杯酒喝了，来。老娘都喝醉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嘛，把我新旗袍都打脏了，我今天来穿的。你看嘛，你是哪个扮呢？哪个扮两扮？你要赔？赔呀！把我那件衣服拿去穿，要不要得？要得，我要，我要。要啥子？我呀，我要你给送给我一个戒指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每个人给个金戒指。哎呀，哎呀，太好了，金哥，你说话要这样的吗？给我一个金戒指啊！来，说话说呀！来呀！哎呀，你也咋搞的嘛？来来，哎呦，我吃一口菜。我们来花钱，来来来花钱，请我们两个花吧，我们两个。请就请。请了，儿红喜哟，不亏收我八千过海哟。来来来，使劲！哎呀，你们亏收啊！八千八呀！
口。对的，对的，来吧，来吧。不许提婆娘，我堂客要骂我。不许提堂客，我儿他妈不依家哇，我儿他妈，他就是你我儿他妈，别来一口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亲口。嗯。侯爵，来得好！你是我舅，我是龙哥女伴郎。走了走了，来，秦公公，我们来跳舞。啊，跳舞来！来吧，我们两个跳舞。来来来来，我们跳舞。啷个啷个花的呀？军长刘林，鉴于目前的形势，全民动员，一致抗日，为适应抗战之需，自将原三十七师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七师，师长范鹏举，副师长张学安，着令该师加紧战备，刻苦操练，时刻听命，准备开赴抗日前线。个老子练兵练兵，把脑壳都练木了。嗯，嘿，我赢了。嘿，你说，拿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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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拿。老子是四五路，你是幺二三四五路，说起来。老子输不起，老子喊你，你来干啥去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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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了啊，切。你们两个到警房出去。老子就不相信今天收起了个屁，来再搓两把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京都林放我啥子鱼露天活人呢，活人呢，走走走走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哎呀，要得嘛，真称赞了我，走走走走走，哎呀，下下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，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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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才可能想我们孩子了。落落落落呀落呀，我赢了。哎呀，哎，来来来，行，来行，哎，刘子，再来盘，来噻，下噻，来噻。算了，事不才下了京都林。哎呀，虚啥子虚？张师长个人搞的，对环保不起作用。环保是师长的贴心豆瓣，未必要虚副师长啊。对头，只要环保扎起，你我虚啥子虚？我看张副师长那回啊，是抱起莫抓康壳，控高灯儿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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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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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准动！哎，哎，不怕不？别别，你我走走走，军法组，军法组，还得动，走！哎，李伯伯，军法组，军法组，来队！哎，走走走走走！哎，我走我走，我是死不路！走走走走，军法组，哎，军法这边干啥的？你哎，你们走，走队，我把打地枪下了。哎哎哎，你们！哎哎，张师长，我是反包哦，我是反包哦。我晓得你是反包，布告看了吗？看了。对别人是打30军棍，对你再加20。走走，师长，我要见师长，我要见师长，你敢？我要见师长，我要见师长。他啷个说？他说，我晓得你是师长的人，所以还多打了我20军棍。个老子，打得我屁股肿得好高哦。平时没得事，搓几圈麻将有啥子人嘛？唉，军纪不抓，啷个得了？就目前部队这个样子，拖出去跟日本人打仗，能打赢吗？要是真的打了败仗，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回来见四川的父老乡亲喽？这样，关于经济方面的事，我们再讲一下。唉，光讲一下顶啥子用哦？特别是你手下那些人。根本不吃这一套，黑会在我们两个之间找空子。再说重兵要下猛药啊，那你说啷个办？办法当然有。师长，我有事要出去几天，听到哈，你们千万不要惹事，尤其不要赌钱，要是遭副师长抓到了，个人倒霉哈。师长，其实有啥子嘛，副师长也管得太宽了点儿。对，阿哥，这个队伍是你一手扯起来的，他凭啥子管那个宽嘛？对的，老子想起都不服气。打狗还看主人噻，他这儿打饭饱，明明是跟你下不得台噻。哎呦，哎呦，跟老子！哈哥，今天偏要搓一盘麻将，嗯，看他又把你做个爪子。对的，对的，准备，搓一盘搓一盘。哈哥，你我弟兄感情如何？那还小说，汗衣扒肉，瘦肉扒骨，生在一堆，死在一坨，轻重如山，这就对了噻。今天我们就非搓一回。要得，要不得。哎呀，哈哥，我们好久没有打对了。哎，搓，搓搓搓搓搓搓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要搓，不能在这里搓，再找个地方。走背板鹏西风八筒师长要来个大少爷喽。老子还来个自摸哎。嘿嘿，发财耶！师长，
副市长来了。啊？快快撑到，撑到！我撑到！哎，好大的胆子！又是局中赌博，把牌收了。哎哼！待会儿看你凶，我们市长村。哎呦！哎，你吼啥子？没啥事。副市长，打牌的事我们晓得，跟市长说，你也不要太操心了。市长早就吩咐，军令如山，哪个都跑不脱。那我们市长，哎呀，你想说啥子？没啥子。听到，10分钟以内，你们每个人到军法处领30军棍，谁要是违抗，关半个月禁闭。哎，副市长走了没得？副市长走了，市长出来嘛！哎，走了走了，早就走了。哈哥，你看你那个样儿，哪里还像个市长嘛？我鬼儿子的！差点把我卖了。我还不搓，偏要搓，这下好了嘛，整得我们二抓直巴，拖不到早早。哈哥，你堂堂的市长还怕了副市长，虚胆断子，都个哎呦！军纪对哪个都是一样的，哪个违反了军纪都要受惩罚。卢明卢燕顶着爪子嘛。个人犯的事情，个人去申请。我要再挨30军棍，只怕屁股肿得我屎都屙不出来了。走，找个地方打麻将。哎，团长打不得，打不得喽。昨天晚上市长都黑得钻床脚，我整整挨了30军棍，直到现在心头都还是赖个包吃姜豆儿，悬吊吊的哦。怕啥子？老子就是要赌那口气。哼，给老子走，找个地方打麻将去。团长，算了嘛。哎，爪子，你们都轻点说。哪个进得来赌？哎，嘿，给老子说良心话，哪个把那个麻将来吃了，老子都戒赌。有意思，我哪个又敢当真吃麻将啊？话不能说绝了我，说不定啊，硬是有不信邪的。嘿，空话，老子不是提亲，哪个敢吃一颗麻将啊？老子把那副麻将全拔出下去。这个话是不是你说的？是我说的。市长，被封箱赶云盘，你还嫩了点，你就等着吃麻将。今天上午你们高团长说，哪个吃得下一颗麻将，他就吃一铺麻将，然后他就戒赌。我就吃了一颗麻将，要说赌瘾大，你们哪个比得到我啊？高团长，拿话来说。我吃嘛。
师长，找你的婚服菜都准备好过了。伺候高团长，吃那道菜。哎，是。不要客气噻，请噻。哎，慢点，又不是猫儿变的，他们用爪子抓嘛，这里。哎，天看看是洗脚楼汤滴水的，这里我腰啊的为腰没用，你拿去用到。哦，腰痛。麻油拌的，吃的爽口啊！哎呀，好苦啊！哎呀，那个哎，师长吩咐用黄连做的，哪能不苦嘛？你吃那个红中，我是用白糖锅瓜的。跟起老虎啊！我这里给你准备了点烧酒，你喝喝喝的嘛。这个八碗九碗都是由花椒胡椒和到炒的，正宗川味，吃起爽口，吃嘛，吃。味道不好，苦苦，我才晓得苦。啥子叫苦？队伍拉不出去，丢人现眼才叫苦。打不赢日本人，受川军的皮才叫苦。吃了败仗，五年回来见四川的父老乡亲才叫苦。当王贵奴，那才叫苦。对头。我劝了高团长的，他就是不听，有意破坏军令。平时在下头也是驼背子滚羊沟，七拱八翘的。嗯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好啊啊啊啊啊啊！平常大师兄待你不薄，关键时刻就下他的滥用，该讲的，该讲的。过来，上他二世军棍。上他二世。哎，该讲的，该讲的啊！你说，请师长巡火。你想不想吃？我都不吃了饭呢。今天吃上午，我吃得很胀，现在都还没下去。大家还多不多？现在多。好，弟兄们，从今天起一路斗恩，练兵要练出个样范，打仗要打出个名堂，出川抗日人人都要争个这份。出川，听住我口，我辈不胜感激。那点微薄之资，送给兄们摆上朝海川，表表我们一点心意，望师长效劳。
好，感谢感谢。推波出川，金竹马到成功。兄弟出川抗日，把打倒日本鬼子，得不回来见各位乡亲父老。师长，我们就听候你的佳音呐。谢谢。师长，刘伯，刘伯，好，师长慢走，师长慢走。马上要当前线了，哎，我们也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来了来了，范大哥，那我们前线见。好，前线见，前线见，好，好，好，走走走走走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前线见，你是谁的团长？你不是？对头对头，那是我们干部的目前的一位干部。哎呀，请你们收下。好，感谢感谢。那是我们一些心意哈。感谢感谢同学们，谢谢你们同学们，谢谢了谢谢了。好，感谢感谢同学们，感谢同学们啊。哎，两个揣到包里头嘞，搞成戏一样。好，谢谢乡亲们哈，谢谢。哎，给点。来点来点。谢谢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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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我马上上前线了，你等等我啊。报告，刘军长在师伯，请你马上回去。你是哪个？是三儿。报下鬼子们的头上看去，全怪的同胞们，抗战的一天来了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。哎，警察，警察，快点，快点！抗战的全国的人们，哎，快点！滔滔雨水，浮起浮落；茫茫人生，也轻也错。有功有过，有悲有乐，爱恨交错，情急山河。哈尔师长的龙门阵，好比和尚烤木鱼，多多多，摆不完，摆不完喽。爬不完爬不完的坡坡坎坎，走不尽走不尽的坑坑洼洼，爬不完爬不完那坡坡坑坑洼洼，爬不完
小时有把泪洒呀，人生就像那一呀嘛的苔藓，哦、oh, oh, oh, oh.